个胸部已经快跑出来了，慢慢抬头看，哎呦，这是我女儿啊，又是胸部。我出来，我吓一跳，哎呦，我好靠，哎呦，这那里有一个艺人，然后为什么那个胸部已经快跑出来了？慢慢抬头才，哎呦，这是我女儿啊！原来是因为这样，哎，以乳变人，哦，有身体啊，很恶心，你打崩你啦！现在反正哈，也他说我问你干嘛？你是我老爸，我起码问我老公而已。对啦 ，OK 啦 ，OK 啦。哇，哎，爸爸都不知道你身材这么好啊！你为什么会知道？奇怪耶，还行啦，就能就是能露一点是一点，露一点，对啊，不然小孩不会饿死，对不对？我经过，再送过来我这里，我帮你收托，对对对。经过，因为大家经常会把那个 Sandy 跟 Lulu 去做比较，嗯，我个人觉得 Lulu 的优点就是她灵活度很高，哎，那今天大家也看到 Sandy 的一个优点是 Lulu 追不上的，就是胸部，就是胸部，我是主持人，因为现在 Lulu 胸起来了，哎呀，哎呀，你那不是小胸，你那叫平乳。没关系，小有小的好，大有大的好。哦，那你说大的有坏处吗？真的没有哎。我靠！好了，别乱射箭了，都几点了？我为国家选布料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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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开心啊。